恩典365，祝福您，我们一起要在今天享受神荣耀的恩典。在我们这一段时间读约书亚记，我总觉得上帝的祝福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！那些祝福终究会成就，好像到了约书亚记到了最后的段落的时候，进入了21章、22章、23章，你就看到真的一件一件神的应许都实现了。我要读一段经文给你听，在21章的43节说，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就都赐给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得地为业，住在其中。从前，这个从前到底是多久之前呢？其实很久耶，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代就领受那个应许，你还记得吗？神带亚伯拉罕出来说，你向东南西北观看，所以你看到的地方我都赐你为业。那个时候那些地方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，是别人的，是住在迦南地的别人的。神说你看到的我都给你。然后呢，一步步成就了吗？好像有一点点去得，一点点去得。然而到了雅各，到了约瑟的时代，哇，又跑到埃及去了，好像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又全没有了。然后在埃及一待就是400年呢，400年之后出埃及，要进去得地为业，到应许之地，到了旷野那里又进不去了，又在旷野再三的周折，周折了许久，终于又过了40年之后，过了约旦河，开始一站一站去得地，这又是一个过程。但是你看看这样算下来，真的是好久的时间，从亚伯拉罕开始领受应许到现在，真的是好长的时间呢。从圣经来看，是从创世纪就开始讲起了，创出立民生书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。但是从前的应许不因为时间的耽搁，神的应许就算了。他是信实的主，他说话算话，他说给一定给。而这中间是神单言吗？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人单言，是人自己拖延了神应许的实现，不是神不信实，是人一直在那里拖延拖延拖延，中间有很多人犯的错误，中间有很多人的自己的主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。但是不论人如何，人做对还是做错，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，神是信实的，他一切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阿们，都是是的，都是会成就的。这是多大的一个盼望吗？你也正在等候吗？你觉得神曾经透过圣经，透过信息，透过圣灵，有一些感动在你的心中，是他应许要给你成就的。我们中间有人，你好期待我的全家归主。我们中间有人，你好期待要在你所服事的事上看见神的荣耀。但是好像这么长一段时间怎么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或者有的时候好像要成就了，一转弯又没有了。好像在约瑟的时代已经走了那么几代了，有些东西好像要得着了，又到埃及去了，又没有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主是信实的主，他说话算话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即使人单言了，即使你我犯错单言了神的工作，神永远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必然实现。从前的应许若干年后神仍然成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特别要为今天在网络前面，在所有跟我们一起祷告一起领受这篇信息的朋友们，主要为他们祷告，在我们所等候的事上，求你透过这段经文重新挑望我们，知道说神是信实的神，他是说话算话的，他怎么说事情必定怎么成就，重新让我们有一个信心，带着信心等候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所望之事的实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所望之事的实底，那个实底是实现，你所盼望的事情会实现，因为应许的是信实的主。
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国度权柄